国家要进步，心血不可少。然而，台北市两岁以下的幼儿人口总数，110年是33791人，而公托总托人数却只有1655人。青年家长的负担，身为青年妈妈的文杰感同身受。我认为必须给予家长最大的支持与后盾。文杰主张公托全免费，私托全补助，并且增设公托、公幼、平价托婴中心，结合社区保姆制度多轨并行，增加生育奖励、托育津贴，青年爸妈才能安心生、放心养。我是2号张文杰，杰心为你守护未来。